有颜色的色彩鲜艳的音中去拍两下说啊啊，或者是会发出声音的鸭子，然后让它捏，用精细动作去捏两下说啊啊啊鸭子，我就会编一个故事跟它玩。要说乌，我就可以变出一个乌龟。那我最喜欢玩的是用魔术盒，孩子最喜欢我的教具是一个魔术盒，然后魔术盒我会跟孩子做咒语，